今日我嚟到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运道，带埋两个同学仔一齐去到学校嘅思维教室，等我入去揾佢哋先。Hello， 博士。哇，你哋有冇见到我嘅助手？佢系我嘅妹妹嚟噶。有啊。好嘢，我中咗奖，我终于可以去日本行街 shopping 啦。博士，我中咗奖啊！哇，系咪真噶？你有冇抽奖噶？唔系真噶，千祈唔好信啊！呢啲失实嘅报道，我哋应该明辨是非。耶稣教导我哋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查明真理真系好重要啊！咁又系，我都冇抽奖，又点会中奖呢？以后咧唔会未清楚件事之前咧就相信呢一啲信息噶啦。哦，原来天主嘅程式里面系包含真理嘅，呢一个真系好重大嘅发现啊！哇，原来而家仲有好多市民都买唔到粮食噶喎。唉，佢哋啊应该好似我咁，一早买定晒啲食物摆喺屋企，就算用唔晒啊。咁都買定先啊嘛！嗱，呢個就真係真實報道啦啩，唔會錯噶啦！我哋唔應該取笑別人噶，我哋應該尊重別人，要有同理心。其實咧，這個世界上真係有好多人得唔到温飽噶，其他人買唔到食物係好慘噶。而且我哋買自己足夠份量就夠啦，其餘嗰啲就留俾有需要嘅人。我哋仲要记住要时刻以礼待人，关爱身边嘅人。仲有啊，耶稣教我哋要有爱德，所以我哋要时刻关爱身边嘅人。如果有人冇嘢食，我哋应该送啲嘢食俾佢啊嘛。哇，原来咁样就系爱德同义德。嘿，等我抄低佢先。唉。我知错啦，我以后咧都会尊重其他人，同埋唔会笑其他人噶。仲要关心别人添啊！不如我哋带你去学校嘅鱼池睇下，睇下天主创造生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咦，咁大家不如用我最新嘅发明——超级无敌摩打脚贴纸去鱼池啦！噔噔噔噔，呢个就系超级无敌摩打脚贴纸。好，各位镜头面前的朋友仔，我们一起数三声，一起去啦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呢度就是鱼池啦。原来你们咧都有呢个咁高科技的生物系统噶。哇！啲鱼咧又大又可爱，等我捉几条翻去研究一下先。唔可以噶，啲鱼离开咗水会死噶。天主赐给鱼儿生命。我哋应该珍惜佢哋，唔系应该随便伤害佢哋噶。唉，作为你系我妹妹，你真系好失礼啊！快啲跟阿呢个小朋友学下点样珍惜生命啊！系，知道珍惜生命。系，我爸爸妈妈嚟接我哋啦。哦，你哋要走啦？哎呀，我真的会好唔舍得你哋噶。咦，你爸爸妈妈嚟接你啊？唉，令我想起我哋屋企嘅爸爸妈妈，哥哥你话系唔系啊？系啊，讲起我哋都好耐冇见爸爸妈妈啦，我哋都好挂住佢啊！你哋唔使咁伤心，其实学校系个大家庭，我哋会互相包容同埋关心，呢度都充满住家庭温暖噶。我妈妈嚟接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拜拜，慢慢行啦。哥哥，有人用通讯手表揾我哋啊！吓，咁你快啲听下。
我煮了你们最喜欢吃的分子料理汤圆，你们快点用粒子传送自己回来吃吧。好，我们即刻回来。咪住啊！我哋临走之前要同同学仔重温一下我哋学到嘅天主教教育核心价值，就系有真理、爱德、义德、生命同家庭。大家要记住啦！我哋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。